歪哦，玩得真好啊！我忘记我左边这个技能是干嘛的了，其他还行。哇，跑这么快！阿瑟，如果我不失误的话，无声安安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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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好方便哦，这个蝙蝠。歪哦，玩得真好啊！跳不下去。咬你！头上还有一只半血的，不过没差，我先追追追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穿满血？有人偷打针。哦哦，先踢一下。这样他会修不起来。黄鳝臣妾做不到，感谢25个月。感谢系列。上班好累，肯定是辛苦的呀。该还有一只躲在附近。现在变成活力犬了，活力犬形态。为什么有人尖叫
今天被这只阿鬼性骚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吸血鬼呢？又帅又强哎！哦哦，这个没中，有点亏。怎么都没勾死？哎，啊，怎么近点就有一个？火柱不能穿墙，那个物件不要太高都可以穿，只要那个物件不要高于不知道哪个高度，就是不能太高的物件都能穿。我记得发电机的高度也是能穿的，这个像这个高度还能穿，因为我上次被穿了一次。我记得这个高度是可以穿的啦，啊，你看这个高度还可以穿。但是我忘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就太高了，这个它有一个高度限制。像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就超矮的。刚听到有人跑步诶，我听错吗？我没听错诶，刚刚好像他真的在我旁边跑诶。他这是自己拔钩下来的吗？因为我离他太近了，还是怎么样？阿显安，怎么判断狗扑击的时间？跟魔王一样啊，但是他的那个扑击跟魔王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他的那个扑击是两段式的，所以你要预先设定好等一下前面的物件长什么样子，你能不能连扑两下，然后距离可以补得到扑第二下，这样那个有点难讲，我老实说有点难用说的。完了，我看到他来开门了，完蛋啦，来不及。想走没这么容易。啊，抓到，又多逮到一只。真好，那去偷看一下比赛。蓝山，台语哦，蓝山呢？